事他万事都能做，他的旨意不能难成。他用大能的手施行拯救，借着爱子耶稣基督，他救赎我们，使我们可以经历他的医治和平安。主耶稣。
你为我们死了，在我们还抵挡你的时候，你就已经爱了我们。谢谢你用你的慈生爱主把我们牵回。主啊，就求你今天来接近我们，在我们中间赐下你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和无悔的信心，使我们由此可以生出爱，让我们可以像基督爱我们那样来彼此相爱，叫世人凭着这爱的印记就辨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。求你帮助我们来遵行天父的旨意，是圣灵